手語我就唔係好識啦，亦都喺我雖然知道我唔係好識跳舞嘅。咁咧，但係咧手語對於我嚟講就係好似去旅行咁啦。咁去到一個國家唔識嗰個語言嘅話，都係靠指手畫腳啊，去做啲表情啊，希望佢會 get 到其實我係揾緊個廁所嚟。哇！咁都俾你講咗啦，咁就好難啊。其實對於我嚟講咧，就即係手語咧，其實最大嘅即係最後即係好似啱啱講嘅，就係當你即係冇辦法用口去講嘅時候咧，你就以方向咁樣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表達你自己想要啲乜咁樣，就係語音。咁啊，今日都好期望，因為有過萬人喺度，咁我都即係好期待睇下個反應會係點啊，同埋一齊做嗰個手語應該會好靚，咁我都會。希望係可以破咗個紀錄啊！最緊要呢樣嘢。咁你而家會唔會去廣東省做啲活動啊？最好啲咩？最好幫到我哋做啲會啊！如果今日我哋嚟啦，喂 ，OK 喎。我哋唔識跳啊！緊要，最緊要過得開心。係。組合 Anything， 咁我哋有好多即係關於樂器啊、DJ 啊、B-box 啊嘅元素喺裏面啦。咁希望即係樣樣都帶少少俾大家。OK， 咁我叫嘉博，呢個係我 partner， 我哋 Anything。這個是一個見面禮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那我們想送給我們大家一首我們的歌叫《衝》，那啊也都是見證著今天衝破了一個紀錄，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 Anything 的《衝》。忘掉自我，似幻。
Vicky， 多謝曬，我哋 Anything。